16分。有一个12-36，我们 energy 有定这个12点几点，这默契，你们团应该没有这默契吗？我们就打的是不整齐啊。好，今天教大家做鲔鱼刺身料理。准备一个鲔鱼头，拿刀切鲔鱼。刚刚那个叫鲑鱼头，这个才叫鲔鱼头。哦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直接再来一个不行吗？敖犬，我可以啦，我只给你一点面子。对，要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好，来，偷喝饮料，喝喝水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不要那么在意我，你要看我的，你要在意我下体。我在你下体，你要在意我的下。我可不在意我真的要在意的那些人士。刚有一个12-36，那他不是顺的吗？他其实顺，可你心里要这个，不然我们的语言会差很多。好，你们 energy 有定这个十二点几点吗？这默契，你们团应该没有这默契吧？我们就打的是不整齐啊。好。30岁女星们挑战 Energy 16吨，始祖是她踩高跟超狂。最伤男团 Energy 合体回归大爆轰，40岁大叔们16吨超级耗体力，网络也带动 Challenge 挑战。16吨真正始祖是风靡半世纪的流行女皇马丹娜，她在2001年巡演上踩高跟16吨，掀起各种挑战，还被当成减脂操。不过医生也提醒要量力而为，16吨的动作，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是在不停屈伸，甚至可能导致半月板被挤碎。